我今天你们看看啊，什么叫一个蛋顶十八个蛋，你们都查好了啊，你看够不够用？哎呀，那有啥呀，我让你看看方便面还能这么吃，小时候织毛衣你们都见过吧，你看这方便面织的行不行，板板正正的。我让你看看啊，俺家饭店的师傅，你看这抻面抻的行不行，你必须得这样抻出来，这面吃才能筋呢。要说筋呢，来，我让你看看啊，你看我这菜炒的筋不筋呢，啊，没有个十年八年功底，你能有这香味吗？不是，我就纳闷了，我就想做个拔丝地瓜，你说有这么难吗？